6月13号，一则由刘涛携手周渝民主演的电视剧《大宋宫词》成功备案的消息在网上曝光。据悉，该剧是大明宫词的姊妹篇，拍摄周期长达6个月，讲述北宋张献皇后刘娥从蜀地孤女到王朝守护者的传奇故事。早前网上曾曝光一张《大宋宫词》的概念海报，海报上写明男女主角由周渝民与刘涛出演。由于此前刘涛与周渝民并未有过合作的经历，此番两人首度合作也是新鲜感十足。网络新闻，坐等早日官宣报道。